在这里睡着了，天都黑了，打电话就要救我，我的手机呢？我的手机，刚刚明明还用它跟爷爷讲电话的，我的手机呢？ 巡逻的警卫已经过去了，你的车可以从后门走了，谢谢。 Cheers.
来的。你刚到？对，应该是那间，走吧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，就知道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阿紫学长，怎么会是你啊？阿紫，阿紫，你还好吗？我送你回去。吹在黄昏的空中，我竟然被梦寐以求的阿泽学长抱在怀里，好像在做梦。可是为什么在我发现不是合群时，那种开心幸福的感觉就少了一半？也不能解释所有的痛，倒不如问一问我要怎么去过。我追呀追，追呀追，却停在原地不动。风为什么还不走，陪着我安静等你划过。我不再问为什么，因为我懂了。拥抱的陈小诗应该是被人设计的吧，他是因为假扮未婚妻这件事而被整的吗？虽然有阿哲送你回家，但你还是一只会令人担心的笨乌龟。也许我还是得看着你平安回到家才行吧。担心陈小诗没有办法面对娱乐圈的是非伤害，所以故意把她赶走。我看你是害怕吧？你害怕如果不用这样的方式，你会对她心软？何群，你承认吗？你喜欢上她了，对不对？